请掀开经本，隆重十业法，长行第一句看起。佛此毗卢波叉龙王，得消灭一切诸龙趣自然苦解脱门。毗卢波叉是梵语，这一位天王是四大天王里面西方广目天王，学佛的同学甚至在中国不学佛的一些人都知道啊，佛教里头有四大金刚啊，四大金刚啊，这个名称呢，比四大天王还要普遍啊。说四大天王，还有一些人不知道；说四大金刚啊，大家都很熟悉啊。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四尊。我们在杂审里面看到啊，前面这个四个族类，第一位呀是天王，这第二位以后啊，有的地方是有九位，在此地它有十一句，就是十位。我们佛家一般讲的鬼王，这是大鬼王。四王天呢，是介于天跟鬼神之中的，在佛法里面是护法神。今天我们同学当中有不少啊，从外地新来的。我把四天王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对我们的修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四天王是佛家的护法神，护法神这三个字的正义我们要明了。从这四天王表发意趣当中就非常清楚，一丝毫迷信都没有啊。护法简单的说，护持正法，神呢，神是对于一切离世因果都能够通达明了，这种人称之为神。换一句话说，如果对于宇宙人生的离世因果不通达不明了，你就没有能力护持正法。护谁的正法呢？护自己的正法。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人人都有父母啊，做父母的人也有咸鱼不孝啊。别人可以批评我的父母，我自己不可以批评。我自己要批评呢，大不孝啊。遇到别人批评自己父母，自己父母真的不好，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赶紧避开呀，不能听啊，赶快走啊，这是孝子啊。也不必为父母强辩，父母真有错处吗？所以听着人家讲的时候赶紧躲避，这孝子，人家一看到这孝子，这个人懂事啊。如果别人说的父母并没有，这个时候可以答辩，可以跟人解释，人家有误会啊，父母真有过失的话赶紧走。对老师亦复如是啊。我们亲近一个老师，做他的学生，老师的恩德等同父母。老师有过失，我们可不可以说呢？做学生的人不可以说。不是他的学生可以批评，是他的学生不可以。也跟侍奉父母的态度一样，做学生的道理。一个人在家不能够侍奉父母，在学习过程当中不知道尊敬师长，他遇到再高明的老师，十方诸佛如来教他，他都不得理。原因是什么呢？佛经里面讲的，他不是法器。好比这个杯子，什么叫法器呢？这个杯子是完好的，这叫法器，盛水不会漏出来。不是法器啊，它是个破的杯子，水注进去之后它漏掉了，这叫不是法器。佛经用这个比喻，所以事出世间的学问德行从哪里成就的？孝亲尊师。现在没人教啊。从前父母教子女尊师重道，老师教学生呢孝顺父母，两方面彼此教啊。我记得我上小学，大概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在学校犯过，跟同学打架了，被老师处分，罚跪，打手心，回去之后。当然脸色难看嘛，哭哭啼啼的嘛，眼睛也哭肿了回去之后父母一问为什么被老师罚了。到第二天我父亲买了很多礼物去感谢老师教儿女是这种教法以后在学校不管受什么处分回去若无其事。为什么呢？免得我父亲又送礼物去给老师。你看从前呢，这个家长跟老师是这样配合来教学生，把一个小孩教出来
现在还得了吗？老师要教训这个学生呢，家长按铃告状，老师还要去吃官司，谁敢教啊？所以今天呢，师道没有了，孝道没有了。老师啊，这个父母去告老师，这是爱护学生吗？不是啊，他不懂得做父亲，他不知道爱护学生啊，爱护子弟啊。这就是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先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没有人教他了，所以今天社会大乱了啊，坐卧到极处啊，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护法，你没有智慧，不明事理，你不能够保护自己。只有通达明了，这神这个字是对于性相、理事、因果通达明了，这叫神啊，也是智的意思，他有这个智慧啊。他懂得做人，他也能教人啊，这是护法。四天王在佛门里面表法，表护法的意思，所以放在山门的门口啊。一进佛门，就要知道怎样护持自己的正知正见，护持自己的正语正行，教我们这个东方持国天王啊，你看看名号的意思，持国啊，如何保持一个国家啊，怎样护国，怎样保家，怎样保你的生命，这是他里头的所含之精义。要怎么做呢？负责尽分。我们这个人生在这个社会上，我是什么样的身份，我要把我的本分事情做好，要尽分啊，要负责任啊，要尽本分啊，持国天王所代表的啊，你才能护持自己的正法。天王手上拿一个琵琶啊，这也是表法的，不是他喜欢唱歌啊，琵琶代表中道啊，弦乐器，你看那个弦紧了它就断掉了，松了就不响了，一定要调到恰到好处，告诉我们人生在世，处世待人接物要行中道，儒家讲中庸，佛法讲中道啊，这代表中道啊，不能超越，也不能不及，要恰到好处啊，这是大学问呢啊，这样才能护持自己的正法，这是真实智慧。南方镇长天王，我们听听镇长的意思，镇长就是求进步啊。儒家教人苟日新，幼日新，
日日心，天天在求进步。佛家六波罗蜜里头给我们讲精进波罗蜜，南方天王代表的，要认真努力求进步，不进则退呀。智慧要有进步，德行要有进步，才艺要有进步，连生活品质样样都要有进步。可见的佛法不是守旧的，佛法不是落伍的，佛法永远在时代的前面领导这个时代啊。这些教义现在人都遗忘了，没有人讲，没有人教啊，现在都不知道了，把四天王当作神明来看待，这个错了。天王手上拿的是剑，剑是代表智慧，快刀斩乱麻，取这个意思啊。今天我们念到的西方天王，西方天王广目天王，隆重啊，广目，你们听听这个名号的意思，多看，你要完成前面两桩大事。负责尽职，尽分，日心又心，怎样才能落实？怎样才能做到呢？中国古人教给我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就是观察了。今天讲的考察观光。观光，观是观察。光是光彩啊。看看这个地方的风俗人情习惯。增长自己的智慧。帮助你处理问题，不是游览啊。这里的成就学问，多看啊。北方天王叫多闻，要多听。这两位天王代表的是方法，多看多听。天王手上拿的是龙，龙代表什么？变化。龙是最善变的，代表这个社会人情事理多变啊。你要仔细看清楚啊，多变当中有个不变的理，你能够掌握这不变的理，你就能应付得了多变的环境。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你掌握一个道理。这个理是什么呢？天王呢，右手拿了个珠，这个珠是代表不变的理。左手拿这个龙啊，是代表变化多端，变化多端里头掌握一个永远不变的道理，你就能够有能力、有智慧控制社会环境，保障你自己的幸福美满。
不至于随着境界变迁呢。这个境随心转是最可怕的啊，这个是堕落的原因。佛菩萨跟我们差别在哪里呢？佛菩萨不随境转。你看楞严经上讲的，若能转境则通如来，你不被境界转，你才能转境界。这个转境界就是教化众生啊，你有这个能力才行啊。啊，这个就是今天所讲的真实智慧，高度的艺术。佛经的，特别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和《华严》里面教我们这些，今天社会的变化太大太大了，不要说远古啊，50年前半个世纪以前的人都没有办法想象到今天这个局面啊。啊，乱成这个样子，啊，无怪乎北朝鲜的山神说天上不安全，地上不能住啊！大家念佛求生净土，越想越有道理啊！真的是这样的，他们说的一点都不错啊，看得不错啊。啊，那么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接触到佛法了，发菩提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啊！我们尽这一点绵薄而之力啊，明知道他不能听，他不能接受，他不会去奉行，还是要讲，我自己还是要做。现在是民主自由开放，个人走个人的路，谁也不能干涉谁。啊，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路啊！啊，我常常劝勉同学，放弃自己的成见，啊，不要随顺呢自己烦恼习气。遵守佛菩萨的教诲，我们走的是佛道啊，走的是菩萨道啊。今天的社会孝道没有了啊，刚才讲私道没有了，真的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十几岁的小孩杀母亲的，杀父亲的，把父母两个统统都杀死，判罪关在监牢狱里头，没有后悔的意思，若无其事啊，不知道后悔，不知道这个自己是不应该做的，你说怎么得了？没有成年呢，十几岁的少年犯呢？啊，法律上不能判死刑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没有人教啊。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教育的哲学
教学的原理原则。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性是什么性呢？真如自性。啊，我们的真如自性迷失了，什么原因呢？夫子说得好，性相近，习相远呐。头一个性是真如本性，大家一样的。一切众生跟如来果地无二无别，但是习性就不一样，习相远，与你自己的本性呢越来越远了。我们今天讲说这个习是什么？烦恼习气。你违背了自性，你迷失了真心，这越来越远了。本来是佛高高在上的，现在变成恶鬼地狱出生，太远了。这是四句话了，把四实真相，可以说设法界的事实真相说破了，业欲道破。怎样来救护呢？苟不骄，性乃浅。你就想到教学的重要，你要不骄呢，它就产生变化了。所以中国古圣先贤教导国家的领导人，说了一句话了：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呐。你建立一个政权，统治一个国家，你目的何在？要把老百姓教好，把人民教好，这是你的责任，是你本分的职责。头一桩大事啊，教之道贵一专，怎么教法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贵一专呐。你们看看这《三字经》上前面这几句话，是不是把这个教育，教育的理念，今天讲教育哲学，真正的中心呢，掌握住了？你能说中国人没学问吗？只是现在人不念了，念了他也不懂，他也不知道这个事情的重要性。这几句话真的明白，真的落实了，天下太平了，人民幸福啊！要做到圆满了，这个世间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就是基督教讲的天堂，伊斯兰教讲的天元，可以落实啊。极乐华藏天堂天元不在别的地方，就在这里啊。非常可惜，我们不懂。你看今天我们读的这句经文，消灭一切诸龙趣遮染苦，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我们今天社会上这些芸芸众生啊，身心无主啊，念念变迁，就跟龙一样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口里胡说八道，身体胡作妄为，这就给龙去自然苦啊。啊，那么这一颗珠，这个不变的东西是什么？佛菩萨的教诲，圣贤的教诲，啊，他们所讲的理论与方法，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国土，超越族群，也超越宗教，那是个不变的真理。今天同学们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教宗请求宽恕教会的罪过，难得，这值得我们尊敬赞叹。去年我参加雪梨基督教而不是天主教召开一次宗教座谈会，我就参加了。啊，我们总共参加这个讨论会的有几十个宗教人士。啊，我记得是分成六个小组。啊，这是不同的宗教，啊，天主教主动邀请，听听各个不同宗教的意见的头一次会议，三个小时啊，这个他们主教做总结的时候，那个话说得很令人感动啊。他承认过去天主教一千年，这个一千年当中啊，犯了很多的过失啊，没有啊，他这个讨论会之后的时候一谈呢，他说你们宗教里头的确有很多好东西啊，值得我们学习的，过去因为没有接触完全不知道啊，这是他们的过失，就是要改正这个错误啊，向各个宗教啊交流，彼此互相学习。我去年在这个会议上听他们做的结论啊，那么今天报纸上看到这个梵蒂冈教宗正式代表天主教来忏悔啊，求上帝宽恕他们过去所做种种的错误，包括对待其他宗教的过错。我们值得赞叹的。我们自己想一想，今天我们佛教里面，出家人不能包容别的出家人，我这一个道场不能包容别的道场啊，还要批评，还要回谤啊，恶意相向，我们看到天主教会兴旺啊，佛教会灭亡啊。我们今天走向多元文化，就受到许许多多的批评指责。
啊，是我做错了。无论多少批评，无论多少指责，我还是会很认真努力去做。为什么呢？我听佛的话，我不会受人的影响。多元文化的工作，我是从《大方广佛华严》里面学来的，我有根据啊。你看我们展开华严经啊，这还在第一品呢。看看出席大会的这些大众，不同的过渡，这个过渡是祝福过渡，不是一个佛过渡啊。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国度里面的同学都到这个地方来集会啊，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族类啊，我们在经上看到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的30多个不同的族类啊，你看这隆重。有欲界天，有色界天，有声闻缘觉菩萨，这大部的不同的族群呢，不同的形式，身体形状不一样啊，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到华藏来了，都能够和睦相处啊，都能修六合敬呢，都能够互相尊重而不破坏形象啊，这个难得啊，族类形象丝毫没有破坏。而得到相互的尊重，相互的敬爱，互助合作，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了。我们这个世界，无论讲族类，讲种种不同，跟华严比，我们是小巫见大巫啊。他能够和睦相处，我们这个地球上众生为什么不能和睦相处呢？狗不叫心乃迁啊！只要教啊，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可以和睦相处啊。同是一个根生的，什么根呢？华严上讲的设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那个根就是心跟识啊，这是一，不是二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在大乘佛法讲彻法谛圆。我们知道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所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的关系非常密切，般若经金刚经大家念得很熟，佛在经上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可是大乘经教里头又常说常乐我净，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真有我
但是六道众生不知道，六道众生执着这个身是我，这个是错误的见解，错误的看法，见惑，身不是我，我有没有？当然有。哪是我呢？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我。能现虚空法界的那个真心是我啊，真心所现的现象，那怎么不是我呢？当然是我。诸佛菩萨有这样的认知啊，我们凡夫没有。凡夫以为外面境界不是我，佛菩萨知道所有一切境界都是我。所以佛菩萨什么样的心态对一切众生？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凡夫用什么心态对自己呢？自私自利。迷了真我啊，把这个假我当作真我，所以就自私自利了。佛菩萨了解虚空法界一切现象是真我，所以他大慈大悲，起心动念不一样了。凡夫可怜呐，无始劫以来，后面还有无量劫，生活在烦恼、困苦、劫难之中，不能避免。苦难从哪里来的？苦难从迷失自己来的。迷失自己之后，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罪也。造作罪业，感受三途六道的苦报。这是佛所说的可怜悯者。这然苦啊！怎样离苦得乐呢？决定要破迷开悟啊，你才能永远脱苦得乐了啊！迷悟的关键就是这一个认知。还是把这个身体看作我，我们的苦难、我们的罪业永远不能解除。什么时候觉悟了，身不是我，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我，我这个身来做什么用呢？这个身是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服务的，这是工具，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帮助众生断我修善，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超凡入圣，这个身体是这个工具啊。诸佛菩萨在十法界舍身受身，目的在此。我们今天在这个人生，在这个世间干什么？造罪业的。你说这多可怜。诸佛菩萨实现这个身体啊，是成就功德的。是用它来做功德的。
我们迷失自己拿这个东西来造作罪业的，天壤之差了，不能比。所以佛教的教学究竟彻底圆满，可惜认识的人太少了。真正认识，真正明了，就要尽心受，为佛法，为众生服务啊！真正明白的人才能够做得到。一般世间人所讲的牺牲奉献，不明白的人做不到，明白的人才能做到。念念为一切众生，念念在做帮助众生消灭一切苦的这个大事业。无论我们先前是什么身份，无论是从事哪一个行业，就在本位上就能够做得圆满。不需要改变一个身份，改变一个行业，不需要啊。你那么做，你还是不懂佛法了。你要懂得佛法的话，任何身份，任何行业，都是菩萨道，都能够圆证佛果。这个我们要懂，要彻底明了，然后你就知道你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应该要做些什么事。一切能够奉行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你就成愿再来了。我们到这个世间来糊里糊涂来的，业力受身呐。我们的生命得自父母啊，我们的法身慧命得自于老师啊，亲近老师，听老师教诲，恍然大悟，这一觉悟啊，就不是业力生了，转业力生为愿力生，不就成愿再来了吗？不需要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再道驾慈航来成愿再来，那个时间太久了，现在念头一转，你就是愿力生，就不是业力生。这个念头一转，给诸位说，相貌转了，体质转了，为什么呢？相随心转，境随心转，果然你是个菩萨，你是个佛，你的相啊，你的体质啊，就跟佛相、佛的体质接近了。所以学佛啊，会学佛的要做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别人转不转不必过问，是他的事情，我自己要转，这是我的事情，我转我成就，他看到我成就他会感动啊，他也学着转了，所以自心即是化他了，化他
不立自省啊。自省跟化他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啊，分成两桩事情错了。啊，那已经不是佛法了。啊，慧能大师说得很好啊。二法不是佛法。啊，如果我们讲自行化他，自行化他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了。啊，你从这个教诲里头细心去体会，啊，佛法是不二法。在华严里面，我们看到行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部。啊，行部种类很多，很复杂了，那不止二啊，千差万别。圆融就是不二，千差万别是相上的事情。啊，相上千差万别，事上千差万别，理上是相同，性上是相同，所以他能够圆融得过来。大乘教里面跟我们讲，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的。所以祖师大德们常讲啊，一乘、一位、一理。净宗法门讲一心、一法界，哪有不圆融的道理？所以我们今天从华严里面体会到了，啊，我们从这个出席大众里头，哪一位不是诸佛如来化现的？啊，我们在这个一段时日之内，天天在这读华严，看出来了。醒悟过来了，原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全是诸佛如来应化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基督是不是诸佛如来？是啊，应以基督身得度即现基督身呢。我们见了耶稣基督也要顶礼膜拜啊，他是诸佛如来化身。啊，新旧约全书是不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啊。大方广佛华严另外一个说法，啊，所以我要是来讲这个新旧约，跟讲大方广佛华严没有两样，一位。这个是佛法里面常讲的一经通啊，一切经都通了，不但佛的经通了，所有宗教经都通了。啊，为什么会通呢？根找到了，啊，同一个根生的，所以无二无别。你没有找到根，那就不同，彼此有差别。啊，像我上一次举这个竹叶做比喻，啊，你们找到这个叶跟叶有差别，啊，找到这个地方呢，哦，原来没有差别，同是这个地方生出来的，啊，那么这一只跟这一只呢又有差别，你找到这个干没有差别，它是一个干生的，啊，那干与干有差别，你找到根的时候，哦，原来通通是一桩事情，一位也。一个性，一个理，一个相啊！无增三昧才现前。所以
你能够切入的越深，你的知见就越远。你的迷惑障碍就越少啊。一直到把根找到了，所有一切迷雾业障啊，通通消除得干干净净，你就得大圆满。地藏经上注意开端念的大圆满光明云，如果不彻发地缘，得不到大圆满了。得到大圆满的，那就是诸佛如来的实性。所以地藏菩萨实际上是诸佛如来化现的，应以菩萨身得度，即现菩萨身而为说法。我们要懂这个道理要亲近善知识今天善知识人找不到经典就是善知识每一天读经，每一天亲近善知识，亲近善知识的时间越长越好读经要解义，要修行，把我们自己烦恼习气依照经典教诲修正过来我们自私自利念念都为我，佛教给我们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我们要落实放弃自私自利念念不再想我，佛教给我们想众生想社会大众绝不为自己利益去起心动念，我们改呀，真干呐！那么这个样子戒行就相应了，定慧就增长了这种增长几何计数不可思议行帮助你解，解又帮助你行，解行相辅相成从初发心到如来地也这个就是从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看破放下，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相辅相成欲其如欲深广所以我们展开经文字字句句都是无量意义如何消灭这一些苦难呢消灭的方法一定要靠戒定慧我们是凡夫，烦恼习气很重要懂得这些大道理，真肯干，首先要学戒戒是什么呢？此地讲的戒，不是讲的三规五戒，那是狭义的，这是广义的广义的持戒，遵守老师的教诲。我们吃的是这个戒，老师怎么教我们就怎么做
依教奉行，这叫持戒。老师的教戒啊，老师是谁呢？本师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这一切经啊，太多了，我们在这选一种，选两种，认真学习，依教奉行，这叫持戒啊。一生认真努力学一个法门，一部经论，心就定了，不会再想攀缘其他的了，世缘消灭了，佛家这个一切缘呢也消灭了，心才真正的定啊，定就开智慧啊，定是清净心，是平等心，他就开智慧啊。金刚经上讲的，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智慧开了，世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无碍，这成功了。一定是要一门深入啊，才真正能成就光学道文。这一门深入，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见性啊！不到见性呢，那你的深度不到啊，决定不能终止啊！就跟我看这个树一样，你没有看到树根，你就不能终止。你看到树梢啊，树枝树干都不行，你决定不能避免争论啊，必须找到根了，争论就没有了啊。无论它有多少干多少枝啊，多少梢多少叶，同一个根生，问题解决了。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同一个根，这个根就是心，明心见性，见性问题才解决。见性之后啊，才能够光学道文。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就是光学道文。我有一样不通达。没有一样不圆满，叫大开圆界。明心见性不是限于禅宗啊，我们这才晓得，一切诸佛菩萨教人，不管教哪个法门，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啊，84000法门，无量法门，没有别的，最后都叫你见性啊，所以叫善巧方便呐、不管哪个法门的时候，都通自性，为什么呢？他自性变现出来。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大乘佛法里面通自性，可以明心见性，小乘法里行不行？当然行啊。基督教行不行呢？当然行。为什么？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问题就是要入得深，不能在智界上 停留，就不肯再进了，那问题永远不能解决。这样才能够彻底消灭一切世间苦啊。
这个苦用自然两个字来形容，对我们现前环境实在有很深很深的感触。我们即现前这个社会苦确实是自然啊，佛在经上常讲啊，医报随着正报转啊，医报是我们生活环境的，正报是起心动念啊。我们起心动念不善，起心动念违背了自性，违背的幅度太大了啊！今天报纸报道新山下冰雹，这是热带地区啊，从来没有过的事啊，异常的现象。异常的现象是异常的心形变现出来的。我们看到上天垂下的，要有所觉悟啊。我们要恒顺天理良心啊，决定不能够随顺人情。啊，随顺人情，我们在因果上就犯错了。啊，所以人不能不明理。啊，人决定不可以不孝啊！啊，孝是根本呐！啊，孝亲尊师是根本。你只要着重这两个字，你的无论是世间学术、处世间的道学，你就有根了。你会成就的。如果没有这两个字，你不会成就。你有再殊胜的成就，像什么呢？花瓶里插的花，很好看，没有根。啊，时间不长啊，几天就枯死了。啊，是死的，不是活的。人有孝亲尊师，他是活的，他有根啊，他能够经得起折磨，他不会有枯萎啊。年年发新枝，年年开新花结新果，活的。啊，所以在中国人古人观念里面，不孝是最重的罪业啊，违背老师是最重的罪业啊。古时候念书人要是批评老师的不是，违背老师，这个人人格就没有了。无论他有多高的地位，有多大的财富，社会上人不耻他，瞧不起他。所以才说，万恶淫为首啊，百善孝为先啊。孝里头就有尽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建立在
孝道的基础上。佛法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佛法是从孝道开始到孝道的圆满。孝道做到圆满，这个人成佛了。即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教孝道的基础上。敬业三福一开端就教我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有人口里头叫恩师啊，背地里头啊，毁谤他的恩师，侮辱他的恩师，陷害他的恩师，见到面口里头还喊恩师。你们想想，他的果报在哪里？不要看很多经了，看《地藏菩萨本愿经》。看《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他必定在阿鼻地狱。这个人就是佛家讲的一禅体，善根断了的人啊，愚痴到极处啊。他表现的，他也会说，也会写，也很能够迷惑人，那是什么呢？世智变聪。佛家讲的八难之一，他不是智慧。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得到的沉船这是有四成的。从前李老师教导我，我还没有感触到，现在才感触到。有一些人批评毁谤，夏老居士的汇集本，我是接受这个沉船。前几天悟文法师到这儿来，拿到人家毁谤这些文字。杂志这传言来告诉我，我就跟他讲，我有老师，别人骂可以，我不可以，我听到这个赶快走啊！你给我这些文字我不看的，我立刻就把它丢到垃圾桶去了，不可以让自己心里头落这个印象。我也决定不会听信谣言。我说如果我要听信了，把这个本子也放弃了，我立刻就被人推倒了。净空法师不是东西，忘恩负义，背时叛道，八个字就把我埋葬了。我这40年讲经说法的时候也被他就送掉了，你说这个厉害多大？所以我就给他讲，天下人都反对，我要奉持，我接受老师的。我把老师这个原本给他看了，你们可以，我不可以，为什么呢？你们没有老师，你可以跟他一道去回报，我不可以。我跟李炳南老居士有师生关系，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我手上拿的你们都看过，这个是李炳南老居士的原本呢。
啊，古人传法传什么？这就传法。啊，所以我们要明理，基本做人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懂得。啊，所以人家说话的，他跟这个本子、跟老师什么关系？我跟他又是什么关系？啊，那你们同学们要跟我们在一起来受持、来学习，你要知道我们自己跟这个又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你能够感觉到、倾斜到哦，我们这有师承关系，那就如如不动。啊，那就要懂得像我这个态度回避呀。啊，我们也不必给他争执。啊，不必给他解释。为什么呢？这种人解释不清楚的。让他说，说累了他就不说了嘛。哎，他发表文章让他写。写累了他也不写了。啊，他能写多少年呢？算他活100岁，他也顶多只能够写100年，说100年而已嘛。啊，死了以后他的果报我们知道。在三途。啊，这个世间他所写的这个文字还有一篇在这个世间呢还没有消失，他就不能出地狱。那为什么呢？这是他罪证。必须这个世间他所写的这个东西全部都消失了，一个字都没有了，他才能脱离地狱。啊，那么现在说话要负责任，说话里都有录音，只要有一片录音带在这上，你也脱离不了地狱，罪证。啊，想想这些事实就可怕了，哪里敢随便说话。啊，夏莲居老居士究竟是什么人你知道吗？啊，如果这个人是古佛在来示现的，那你就不是谤佛，你是罪多大。啊，诸佛如来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各行各业都有，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那我们要怎么做人呢？把所有人都看作佛菩萨，我们就绝对没有过失。啊，他是真的佛菩萨，我们礼敬到了；假的佛菩萨，我们也礼敬到了。只有好处，没有害处。这样才能够消灭一切自然苦。啊，这个四天王真的护持我们的大法了。啊，北方天王是多闻呢，手上拿的是伞盖。啊，拿伞盖的意思防止污染。啊，现在这个社会污染太多了。所有一切最严重的污染，挑拨性的，建立性的，啊，风化性质的，教你背思叛道，教你不孝父母，啊，教你去争取名闻利养，这是最严重的污染，要懂得防止。啊，所以世尊为我们示现，一生三衣一钵，过最低水平的生活，不羡慕荣华富贵，
真正保住了啊，所有一切的污染啊，毁谤陷害到他的呢，都终止，都不起作用。这是真实智慧也啊，所以他老人家的生活啊，工作是天天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处世待人接物，圆满的六波罗蜜，圆满的普贤行，这是我们要效法要学习的啊，这是真正大乘法里面所说的菩萨道啊，不是普通菩萨，普贤菩萨道啊啊，我们今天搞清楚搞明白了，认真努力奉行，自己奉行就是利益社会，就是利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这个里头理很深啊，华严经在后面都会讲到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